好，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八段锦的演练和讲解。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八段锦它的功效。八段锦首先它是一个健身的功法，它适合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身体锻炼，它既是一套强身健体的功法，又是一套有利于调节身体内五脏六腑的一套功法。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有历史记载的，应该是从宋朝时期都已经在整个的中国大地以及日本朝鲜这些地方风靡开来。因为任何一个人练习八段锦都能够收到相应的功效，小至六七岁的学童可以开发他的智慧啊，培养他的从小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中年人青年人可以解决在他工作之余紧张疲乏的心情，对于老年人那简直是功效太大了。因为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老年人喜欢他的比较多，他练起来要求柔缓舒畅顺溜，整个动作练起来如同行云流水一般顺畅，要求意气相连，动作一气呵成。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一个动作做八次，是八个动作。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一次学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八遍，也可以把这八个动作一次做下来，根据你的时间可以进行灵活运用、灵活掌握、灵活学习。即使这八个动作你全部做下来才做64遍，而不占用时间，你要是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单独的抽出来几个动作进行重复练习，会一样起到强身健体的效果，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非常惊人。即使是在现代社会21世纪，我们的中国国家也在提倡这个三套功法向全世界人民推广，有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其中这三套功法有两套都是我们少林寺传播出去的。所以我说朋友，来吧，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好本钱，我们就要学习正当的身体锻炼方法，不要学习歪门邪道，不要相信邪教，进行正确的身体锻炼。下面我们进行八段锦第一个动作的演练和讲解。由一开始先来自然站立姿势，变为两手齐掌举起，缓缓托起，如同托起一面太阳，举过头顶，聚于百会，落在胸前，稳稳地出一口气，其调整自己的身心五脏六腑，首先让它给稳定下来，先稳定下来以后，你的身心才能很好的静下心来练好八段锦。
第一个动作，合掌之势，站立，五，平视前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七掌聚气。好，下面给大家做一下七掌聚气的侧面动作。好，下面我们进行八段锦第一式，双手托天离三角，由现在的合掌当胸之势变为两手持然放在腰间，之后左右手交叉放在胸前，向上托起，举过自己的头顶，举八尺，一落下来，落在自己的头顶百会穴处，用力要缓，要用意，意念想象，色低上颚，目平视前方，二